吹着浮云，细雨慢慢飘落大地，淋着我淋着你，淋的世界充满诗意。微风伴着细雨，像我伴着可爱的你，看着我看着你，看着世界多美丽。啊啊，愿我是风雨是雨。啊啊，微风轻在细雨里，漫步青青草地，小草也在轻轻低语，诉说无尽秘密，让我们共寻觅。细雨像我伴着可爱的你，看着我看着你，看着世界多美丽。啊啊，愿我是风雨是雨。啊细雨里，漫步青青草地，小草也在轻轻低语，诉说无尽秘密，让我们共寻觅。诉说无尽秘密，让我表面上就是惊涛骇浪的，就是表面就张牙舞爪的。对，但我知道天宇好像少年的时候过得也不是很快乐，是不是刚才他说的时候会击中你的心呢？我觉得其实童年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懵懵懂懂的，大家其实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我觉得就是如果就是现在你回去看你，我个人认为我不会觉得很痛苦、哦、我个人觉得还好。对，就是可能自己自身我觉得这叫反省能力比较强吧。对，那证明你有一个非常开阔的胸怀，可以看得更远。我有的时候可能会跳出去我自己本身的自我，然后我去再审视我自己，哪件事情做得对，哪件事情做得不对。 对，其实拥有未来才是最好的人生。对对对对。好，那接下来雪宁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壁花，如果各位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为他投票。表情包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刷马天宇的名字了，稍后马天宇的亲笔签名照，自己签的啊。对啊，亲笔签名照送给观众朋友们。那我就这个吧。好，来，这个表情是吗？哎，这人家这个眉毛还一高一低的呢。哎，不错，给他拍下来然后做表情包发给他。像一个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选一个。这我刚说我没鼻涕，真的，这就这不太好好表现是吗？哎，没关系，这个可以给我，这个啊，这个也挺像的哎，有没有？挺像的吧？啊，这样就是我送给粉丝的那个小福利哈。如果你们现在有什么想问他的，也可以赶快留言告诉我。为什么要让我做这个表情，然后他们上，然后送我的照片？对，因为我什么？我告诉你一个合理的原因哈，就是因为这个邮费是我们出的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啊，所以就是这个算是我们送的福利，包邮到家的，不让你粉丝花钱那种。Good。啊，然后来看一看你粉丝给你提的问题啊。然后呢，很多人就有人问了，说你音乐和表演会带给你什么不同的体验？
音乐更多是释放自己的一些情绪什么，我觉得是音乐是这样，但是因为演戏你肯定要去演绎别人的人生，然后从中在